脑中乾坤呢，是让我们接触到21世纪最前沿的显学，脑科学的研究，包含了眼耳鼻舌身五种感知，怎么样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，也同时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如何的容易受骗上当。其实展览很重要，第一部分是让大家知道脑的基本概念，第二部分呢，就是把国内精彩的展示出来，精彩的研究让大家看得到。而这些研究不单是对大学生研究生，对高中生一样有很重要的了解，很重要的影响。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众1年300多万人进来，真正知道世界前沿跟台湾的精彩研究。好，差不多，好，热烈的掌声。